哇，因为你看这里有蛋蛋。哦。咦，果冻在哪里？我们去找。没有找到就要回家了。这里。这不是果冻啊！太奇怪了吧？一直找这个很奇怪的。哦，那我要回家了，因为没有找到。啊，在这里吗？果冻。果冻。这是橘子口味的。果冻在哪里？这是果冻。硬硬的。对呀，你帮我拿，那回去我们去做一个很大的果冻，做这么大。哎，没有在这里哦，走。果冻在哪里呢？果冻在哪里呢？在这里。那也拿一个这个吧。这个是冰啊，是冰。哦，我找到果冻了。那你？你看，这个是不是我们吃的那个？是。